bird，10 years old。那我要放在这里，万一。那个的话是220。什么？这太厉害了吧！这要脚玩哦。篮球员也要玩。啊，有人想玩就要用脚玩啦、啊。不用啊，就蹲下去玩啊。那蹲下去还太矮了吧？爆炸了！他跟我刚刚坐在车上，他帮我们移动一样，此生难得的经验呢。那你要去哪里找这么低的娃娃机？也只有这里有，是还蹲着玩。怎么到处都有啊？啊，有这么低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很少有这么低的，因为就是超矮。这是虐待型的。虐待型。